问一下，谁愿意出来和人家 PK 一下 ？PK 一下武器。好，又是孟鹤堂。孟鹤堂在德云社来说，舞蹈方面有见识。行行行，我就是我也会。哎，跳得非常好，你敢不敢？人家模仿太好了，所以说我换一种方式，怎么样？也是舞蹈，跟人家比拼。哦，这舞蹈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有起名字。太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舞蹈没有名字。来，看一下。这有前科啊，你先学舞蹈哈。